我们现在让 LED 灯能够效哈，那首先呢，你把其他那些积木就先丢掉了哈。现在我们找左手边，因为我们现在发光元件是用到 LED 点矩阵，所以一样硬体要先解决，你先把它丢进来。我们刚刚用在哪里？14、12、13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再比对一下，看看这个啊有没有正确。第二个。既然都是用这个 LED 点矩阵，所有积木都在里面，有没有第二颗？拿出来，执行一下。我们就来执行一下咯，看一下有没有会笑了，有没有？这样才可以过关哦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在 Webduino 里面呢，还有很多你想要用什么跑马灯、动画都可以。这里我就先丢几个进来哦，你看。我如果要做这个动画，我就把这个丢进来，这里我先删掉，我再找它里面呢有内建好几个，这个数字也有什么，也有内建的一些形状，所以呢你想要用不一样的，我这样子摆下去，我们来试看看哦。你看这边有没有就跑马灯了，对不对？速度太快的话，你就来这边调整一下。因为它这个数字是毫秒，千分之一，好，所以我想要慢一点，变300，就0.3秒变换一次，所以这样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？好，那你也可以做跑马灯，刚刚这是动画，如果你想要做跑马灯，我就可以把跑马灯丢出来，这里我先停用一下。好，那跑马灯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并不是这样子哦。你看，我先停止，再执行一次，有没有你的笑脸会动了？可是如果我想要比较多怎么办？你就把这个丢掉吧。我们可以搭配这个东西，字串，这样可不可以接在一起？我就可以多个接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我最常用的就是 I love you， 对不对？来，英文先有 I， 所以打进去，再来这里有爱心。但是这里两个字不够的怎么办？齿轮按下去，有没有可以再加？丢进来，丢这里哦，不是丢下面哦。有没有多一个？好，那一样的不要就从这边丢过来就好了。好，用完齿轮按一下，再把这个丢进来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马上测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变哦，有没有变 I love you？ 因为我这边最重要，这样示范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英文就要搭配英文，图案就图案，数字就数字，这样有没有了解？你不能说啊，我就直接丢这样，很抱歉，这样不行，因为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，这样清楚了哈。所以这个部分先让大家稍微玩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先把这个 LED 点矩阵的硬体先决定，再来就是这个是笑脸，然后动画、跑马灯，你都可以先玩玩看 ，OK。